好，接下来我们用新石来挑战一下金牛宫。那如果说你是为了这个你是因为这个版本来神魔之塔的话，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打法。上学要看红，期待八点，我也超期待。我等一下去买一些丝袜什么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等到八点来跟大家一起玩转盘，期待期待。八点是阿红吗？是在 FB 直播 ，FB。能玩到官方的账号吗？还是只有嘎米能玩？目前嘎米比较能玩得到了，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申请，看官方要不要给我们。可能只有重要活动他们才会给我们试玩吧，平常还是用自己的账号在玩啊。感谢牛肉面，八点一起看直播，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好，第四关。哦，好，不能消光珠，哇，心死完了，反击了，哇，好痛，它光珠太多了吧，天哪，不能消光珠真的蛮痛苦的，那我妈叠个珠啊。好，穿过了，快吐血。好，这边就慢慢打就可以了。FB 直播到几点哦？嗯，应该会到。完了，这关根本就是针对星矢在做的。FB 会从八点一路直播到十点。会派奖两个小时，不玩转盘吗？我们八点直播的时候会玩，在 FB 直播。五人勇闯十二宫，好怀念，真的符合原作的感觉。不过我觉得五人闯起来超难的，有克制到这个心石。第六关。刚下课能看到好爽哇，感谢你来支持这个，可能开个爆发好一点。希望今天八点不要出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领得到宝箱。关了耶，看一看，进关。重灯，走到王冠发现，没有人，人都去哪了？没有对手了。等等，关播记得去吃饭。好，谢谢派大，谢谢你。可恶的补习不能看好的直播，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变身，然后无视拼图盾，我们开始第二季。然后这个无鼠强化赞，好吧，决战好评。直接无视个拼图盾，哦吼，三亿的伤害。好，那接下来七康宝盾牌真的比较尴尬一点，不过还好，将杀，直接引爆一波就好了。啊，赞赞赞！然后这边再开这个。然后处女宫，没事，这个手实力变强化组了。好，先开这样。怎么转比较好呢？我去开那个念，那个叫什么？忘记开龙科的技能了，伤害非常够。好，可以，就这样子，五主角打败了金牛宫，继续往前进。